在双麒麟芒果冰大行其道之前，您知道老台湾人的消暑圣品是什么吗？保留了绿豆的颗粒外形，入口吃得到绵密与沙沙的质地。庆中街绿豆汤可是台南人在炎热的夏日常常报道的地方。这里的绿豆汤甜度不会过甜，秘诀就是使用专门的甜度计测量，既卫生又能做到精准。因为可以美白而受到许多女性喜爱的薏仁是绿豆汤的好搭档，两人联手出击，口感丰富又相辅相成。别忘了在老板询问时，在汤中加点透明的粉角， QQ 的嚼感成为整碗甜汤中的迷人亮点。